谢，非常感谢各位热情的掌声，谢谢。据我所知啊，旧金山有很多的侨胞特别的喜欢黄梅戏，那么知道他们这次美国之行呢，心情非常的激动。接下来我将邀请旧金山的戏迷朋友们和我们的专业演员进行一次互动的演出。首先有请软件工程师袁硅谷爱乐合唱团团长安徽绮溪人王硕强和咱们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国家二级演员林夏共同演唱一首黄梅戏打猪草旋转对方。